对不起，塞车。舍得说他会晚一点到，我们先喝一杯吧。摩耶多，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坐。 哦，什么事啊，马宁？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，只是碍于同事的身份，一直不敢跟你说。直到这一次有机会和你一起合作，让我更加确定我对你的感觉。 我卖给你，这些不是蛮受你动心吗？你不要了，怎么了？你俩回去吧。 是时候断舍离了。这次要对你表白，不再放开，共同生。